三点通，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RV Networks。RV Networks 是软体定义的负载平衡器，用来取代传统硬体式的负载平衡器。RV Networks 可以结合 vSphere、NSS、vSAN 来打造软体定义资料中心。目前 Fortune 100大的企业都采用了 RV 的技术来导入他们新的服务与运用。RV Networks 因为是软体，所以有软体的好处。它可以实现 pay as you grow， 你要用多少买多少。同时 RV Network 它又有结合了 WAF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去运用防火墙以及日志分析的功能，没有其他隐藏的成本，协助我们客户节省投资成本。RV Network 它适用于不管是私有云、公有云或多云混合的环境，同时它可以结合自动化的编排工具，完成了 Infrastructure as a Code。RV Networks 现在是目前业界唯一的一个软体式的负载平衡器，可以安装在实体机，可以安装在虚拟机，因为它是软体，所以它也可以实现调度容易。RV Networks 适用的环境，从我们目前有比较小的一个公司，它可能是几百人企业，它一秒钟处理几百个 transaction per second， 到我们有一个客户，它是用公有云，它在上面架构了一个 4T 的一个 throughput。同时，一秒钟可以处理1200万个 transaction per second， 也会帮助你掌握数位转型的关键。